田震被周深逗得笑到停不下来。在《时光音乐会二》第六期节目中，周深模仿田震唱歌，逗得田震老师爆笑不已。节目中，田震老师梁咏琪的《中意他》肯定不是自己唱，结果大家却都说很期待田震唱《中意他》，肯定会很不一样。这个时候，周深皮孩子属性爆发，张嘴就模仿田震唱歌的样子唱《中意他》，结果田震反应了几秒钟才知道深深是在模仿自己，直接笑弯了腰。笑过之后的田震说，如果自己唱《中意他》，保不齐就是周深模仿的样子，哈哈 哈, 哈。然后田震起身准备去演唱的时候，看着周深还是忍不住爆笑了起来。周深忍不住问，我这么好笑吗？哈哈，好不好笑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哈哈。